我想在这几年那个淡江的校友大概对学校贡献非常的大，除了直接的奖学金或者是学校一些建设的协助之外，我想开始也希望透过产学的合作，能够让那个系友的企业跟学校的教学有一些更密切的结合。校友的企业这几年需要去提出有关 CSR 的这个工作的成果报告，那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的方式，能够把产学这一块能够把它给补足起来。而这个补足不只是从经济上的考量，而是从一个社会责任的考量，所以就有希望说把 USR 加 CSR 能够在今年成为整个春之响应的一主题。